八毛，八毛，八毛，便宜了你，自己家羊炸了去。哎，八千。八毛了。哎呀，今天我有急事儿，不卖了，不卖了啊！改天，改天，对不起啊。八毛了。大姐。哎。今天收这么早啊？啊，是啊。自从天一他爸有病去世之后啊，家里什么事儿都是我自己干。哦。不过呀。 天宇现在长大了，都18岁了。哦，他也能帮衬着我了。嗯，今天是我们家天宇的生日，我得早点回家给他去做些好吃的。啊，不过呀，大姐，您最近这气色可是不太好，您还是多休息休息。没事，我能行。哎，那成，有事您联系大姐。哎，好嘞，多谢啊。 大田西瓜，春山羊，八毛嘞！八毛嘞，春山羊，大田西瓜喽！哟，大姐，今儿怎么这么早回来呀？来来，我帮帮你啊！今天是我们家天宇的生日，我早点回来，多给他做点好吃的。哎，自从天宇他爸走了以后啊。 我一直就没给孩子好好的过过生日。天宇是个好孩子，经常回来啊，帮这帮那的，多懂事儿啊。嗯，是。哎，对了，我该给孩子做好吃的了，一会儿做好了啊，咱们一块儿吃。哎，不了不了，我还得出去办点事儿，你们先吃啊。哎，那你先忙着。 妈，我回来了。哦，回来了。哟，做这么多好吃的。是啊，你看这个香肠。哎，洗手去。嗯，好吃。你再看看这个，今天是你的生日，你都忘了。谢谢妈。这孩子，儿子，你今年都18岁了，长大了。 你可是家里的男子汉啊！嗯，是妈心里的天，以后啊，妈还指望着你呢。嗯，妈，这孩子，来，快去吃，多吃点啊。哎，咱们家没酱油了，你出去给妈买点吃的吧。好。哎，带上钱啊。哎，早去早回啊。 干什么？赶紧的！我行啊！哎，行了，我行了吧？哎，不干预吗？妈的！啊？就你拽是吧？考试卷不让我看，害得我考试不及格，信不信我抽你啊？啊？还是个没爹肉。咋的？咋的？再说一遍。咋的了？就说了，咋了？你打我呀？不行，我打他！打他！打他！ 刘青云，滚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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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啊！三人啊，快跑啊！ 大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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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
经审理，依法判处周田玉过失伤人罪8年。说话呢，天宇，怎么进来的？怎么进来的？我是杀人。杀人？长这样还杀人？杀只鸡吧你？骑过摩托车没有？跟你说话呢，大声点。叫他开摩托车，起来，起，起来，来，蹲下，腿劈开，加油，加油，木木木，加油，往前蹲。鞋给我穿上，鞋给我穿上。两个手，加油！不会骑摩托是吧？坐个飞机呗？啊？坐飞机。标准，起飞，往前走，起飞，蹲下，蹲下，看，再看一眼，咋？你还不服气是吧？啊？怕了？你是不是很害怕呀？这什么地方你知道吗？你觉得很冤是吧？啊，我不冤呀，哥几个不冤呀，咋了？不服气？你再看一眼，哟，哟，怎么的？你来，老三，好了好了，莫，
还手，给老子一下！你放这什么地方啊？告诉你们啊，别闹事儿啊！你丫的会不会干活啊？你还躲，躲躲！尿性！到，自己摔了。他自己摔的。下回小心点啊！到，以后再有什么事儿，及时报告。是，到我干活了。到我干活。来，田一，你看，过来，过来歇会儿。怎么了，坤哥？上回没把兄弟的事情说出去，够意思。以后我们都是好兄弟，有什么事情你就找我就行了，我在后边罩着你。好，谢谢坤哥。嗯，来歇会儿吧，不用干了，搁这歇会儿。没事，别干了，别干，搁这歇会儿，让他们干，你就搁这歇着就可以了。小田玉到，你妈给你送东西来了。我妈她人呢？你妈送完东西就走了，让我告诉你好好改造。好好改造，妈指望着你养老了。
对不起妈。我跟你说，你守护。今天8月15过节了，每人分两个月饼。来，谢谢陈队长。谢谢政府。这我不爱吃，给你们。谢谢老大。浪费，谢谢老大。留点啤酒就好了。不美啊！那再给你来只烧鸡。给来个烧鸡行。搁这儿喝点啤酒，来个烧鸡。给完烧鸡还想别的呢？再来点串儿。妹妹，天宇进去快一年了吧？是啊，这不我给他织件毛衣，这天是越来越冷了，也不知道天宇在那里边怎么样了。你说咱家天宇是个老实孩子，怎么就摊上这事儿？费心了，哪儿的话呀，大姐。王坤，到。张伟，到。换衣服了。兄弟，我走了。坤哥，
就说我挺好的，我在里面好好改造，早日出狱。兄弟，好好改造。我会的，坤哥。当爹的来了，来坐下。这回啊，我得拜托你一件事儿了。我找个工作呀，离家太远，我就不能回来看田雨了。天冷的时候呢，你帮我把这件毛衣给田雨送过去。好的，没问题。你在外面可得好好注意身体，照顾好自己。哎，对了，这次医院检查结果怎么样了？报告出来了吗？你可不能骗我。想回到你身边，在我梦中你的双眼泪每晚湿到枕边。哦妈妈，她没能陪你到终点，选择抛弃转身走远，不会再留恋。在这人世间有多少誓言，到头来都不曾兑现。你就别牵绊，趁你在梦幻，你还有我这一片天。你不要再伤感，你并不会孤单，就算你丢掉了全世界，还有我陪伴。我只要你平安度过所有难关，疲惫时让我为你洗脚，给你做饭。哦妈妈，我多想再回到从前，全家人在一起过年，去你最爱的饭店。哦妈妈，我最爱看你的笑脸，要知道你的幸福是我一生所愿。在这人世间有多少誓言，周天宇收拾衣服。亲密依然。
沈姨，我妈呢？天宇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提前释放了沈姨，我妈呢？你妈？你妈不在了。沈姨，不可能，我妈才五十多岁，她怎么能不在呢？天宇啊，你妈真的不在吗？不可能，我每年都收到我妈的毛衣，怎么可能不在呢？我找我妈去，我找我妈去。天宇啊，天宇，天宇，你妈妈就埋在这儿。沈阿姨，我妈怎么死的？自从你进监狱以后，你妈为了给被害人补偿，拼命的做工赚钱，你判决那天呀，一群人冲进你的家，那个被你害的孩子，他的妈妈揪着你妈就打，一直打到在你呀。后来呀，便去了离家好几百里的炮竹厂做工还债。去年春节啊，工厂加班不慎失火，整个炮竹厂都炸，里面十几个工人都死了，其中就有你的妈妈。他派人送的那件毛衣都没有给你送出去，要狗命的钱呀。老姐姐，你命太苦了。姐，姐，天宇回来了，你睁眼看看他吧。姐，天宇回来了，你不要再还债了。老姐呀，你醒醒！给你带了最爱吃的苹果。还有香蕉。妈，这么多年让你辛苦了。儿子长大了，您放心吧，我会照顾好自己的。妈，在那边
要记住，要开心。要开心，因为我的梦想在远方。妈，儿子啊，还常来看您呢。我会找好自己的，儿子走了。是吧？到那边是吧？来，喝着喝着喝。哎，大哥，啊、这是你要的菜啊？哎，不好意思，哪玩意儿？对不起，你的呀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啊？擦一下，擦一下。实在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对不起就行了。不好意思。你说我这衣服多少钱吗？啊？大哥，别生气。那些不，你赔得起吗？啊？对不起，你赔得起吗？对不起。怎么着？你想动手是吧？不是，你是想动手啊？啊！坤哥，哎，你怎么来了？好好躺着，好好躺着，注意点。
你怎么来了，坤哥？这说明俺哥俩有缘吧，还能碰着。哎，对了，你怎么当上服务员了？我出狱以后，我妈她不在了，我到处找事做，去当服务员了。以后服务员别干了，以后跟哥在一块儿，哥不会亏了你的。谢谢坤哥，我想自己做点事儿。那想做点什么？开个小饭馆。哥给你拿2万块钱，自个儿开小饭馆。对，坤哥，别跟哥争，自个儿开小饭馆，好好干以后。哥今天还有点事儿，等再过几天再过来看你来啊。好好休息，好好休息，听哥的啊。坤哥，擦擦桌子，抹一抹，对不对？不搞干净，客人能来吗？对不对？赶紧去。都擦了，再擦一遍。没事找事，就你做饭那么难吃，这生意能好吗？啊，你好，我想找一下你们老板。啊，老板，他找你。哎，来了。哎，老板你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我看见咱们店要转让是吧？对。来来，坐坐坐。哎，坐。那个倒点水啊，倒点水。来，我想跟您谈一谈啊。这个店大概多少钱？我是想40000块钱吧，这样。我只有2万，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商量一下。哎呦，这个，啊，谢谢谢谢。2万确实太少点，你看能不能加点？我也确实没有那么多钱，要我再看一看吧。谢谢。哎，别那个这样，如果你确实想要的话呢，就2万块，咱们成交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哎，好。那好。那这饭店就交给你了，那我就先走了，祝你生意兴隆。好，谢谢。哎，哎，妹子啊，你看我这店刚盘下来，缺人手，要不让他帮帮我？你觉得呢？干脆留下来。那行吧，那就还是祝你生意红红火火啊！好吧，那我就先走了。谢谢啊。哎，慢走啊！再见，再见。啊，谢谢你，大哥。好，收拾吧。好，来。来来来，我们还有两个，快点啊！好，哎，大哥，慢慢喝。哎，好。来，哎，那边啤酒是吧？好嘞，马上啊。好嘞，你们吃点什么？啤酒。来一个什么咸羊肉？好。哎，一会儿吧。对。咸羊肉、锅包肉和大拌菜。好，马上，马上啊。老板买单。哎，马上就来。一共是63，就收你60吧。好的，
那你下次多多来啊。好的，谢谢。那你回来真漂亮。欢迎下次光临啊。谢谢。慢走啊。哎，马上来啊。今天有人说你是我老婆，做我老婆好不好？讨厌。讨厌。累死我了，哎呀！天宇，你怎么了？又想你妈妈了？你说我妈活着该多好啊，为我辛苦一辈子，我都没有给她亲手做过一顿饭。事情都过去那么多年了，你就别想了。人死也不能复生，啊！哎，对了，我最近有个想法，你看这段时间生意这么好，手头上有点钱，我想开一家更大一些的饭店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这个主意好啊，我一定支持你。最乖了，快，爸爸要干活了。大家上好。好。今天中午208是寿宴，包房服务员把寿字挂好。有什么事情吗？我检查一下有没有。好。时间差不多了，就散会吧。好嘞。我们口号是：关爱国家，满足人家，我们共同的家。散会。解散吧。解散。解散。哎，张总，张总，你好，你好啊！来，我们哥几个喝一杯。好，来，谢谢张总啊。来，坤哥，邀请你多少次你也不来，这段时间特别忙。来，咱俩干一个。玲，坤哥可是我们的大恩人。当年没有他20000元，我们没有今天。以后坤哥来吃饭，全部免单。好的，谢谢你啊，坤哥，我们敬你。都是好兄弟们，
来，谢谢您帮助天宇这么多年。吃，咱俩吃点。妈妈，我要出去玩。哎，乖，高正往哪儿去啊？外面有一大妈想我们家送菜，你看可以吗？你去看一下，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，你就做主吧，二小时。哎，到那儿拿我去。待会儿我们就出去玩啊。嗯，天宇啊，姥姥姥爷在咱们家呢，说要看可儿，我就带他回去吧啊。好，我这边有很多事要处理，你先带可儿回去吧。嗯，跟爸爸再见。爸爸再见。再见。早点回来啊。再见。嗯，走了。这水龙头赶紧关了。点菜吧，服务员点菜。玲玲，哎，刘老板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好，你好，真是你啊！哎呀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个酒楼是我开的。你开的？哎呀呀，真不错，真不错。天宇，天宇，快，刘老板！哎呀，刘老板。多年没见了，哎呀，你在这儿？他是我老公，这还谢谢你呢，您是我们的媒人。哎呀，还真是，我还真是你们的媒人。坐下来，来来来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哎呀，这么多年不见，好像没想到在这儿见面了。开心呢，开心呢。刘老板，那你现在在哪儿呀？我呀，这不饭店没做了吗？后来我就去北京了。我一想呢，还是比较适合干点文化方面的事儿，我就开了一个影视公司。哎，这是我的签约演员。哎呀，你好，真漂亮，演员，谢谢，我好羡慕演员啊。哎呀，咱们得好好喝一下。好。哎，史经理，哎，我们这桌多加点菜啊。好嘞，没问题，快去吧。哎，今天我们好好喝两杯。行，一定好好喝两杯，一会儿多喝点。哎，我们还要感谢您呢。哎，这没事没事，那个鲍鱼鱼刺上点就行了。高总打扰一下，给咱家送菜那位大娘她有天没过来了。怎么回事啊？听说是病了，你看咱们是不是又再换一家？天宇啊，哎，给咱们家送菜的那个大娘生病了。好好，要不这两天找个时间我们过去看看。好，好吧。好，这样小史，这两天呢你就多看一看其他家。 好吧。哎，好了。嗯，走吧，回家啦。妈，你想你了。
韩奶奶。你醒了，奶奶。医生，医生，我妈她醒了。妈得的是骨癌，能坚持这么多年已经是个奇迹了，一定是有一个莫大的精神支柱在支撑着她，才能挺这么多年。你们怎么不早点送来呢？大夫，你一定有方法，一定要治好她。太晚了。儿子，妈，那天爆竹厂发生了爆炸，炸死很多人，妈妈活下来就算是个奇迹了。妈妈伤好以后才知道已经出狱离开了家乡，从那时起呀，我就四处打听，妈妈到处找你，找得好苦啊。吃饭了啊！哎，姥姥、姥爷，
生意特别忙，就不回来跟我们一块吃饭了。咱们吃吧啊！我吃饱了，我不吃了，我要出去玩。你瞧你这孩子。算了，别管他了，我们吃吧。依然接住。站在拐角处，看着玲玲、可儿回了家。唉，可儿啊，是我不好，奶奶吓着可儿了。其实，奶奶只是想看看我的好孙女儿。我不能再吓着孩子了，于是我就想用另一种方式接近你和这个家。你有事吗？您送菜的，哎，稍等一下啊。来了，阿姨，来。好，下车吧。我来，我来。足斤足两。现在看到你们生活好了，可儿又这么可爱，妈妈就知足了。一定会好的吗？好媳妇儿，好媳妇儿啊，妈不行了。不会的吗？妈不行了。奶奶肯定不会死的。妈，一定会好的。妈的乖孙女，不哭，听话啊！你看奶奶，奶奶会好的，啊，会好的。妈，天宇呀，天宇，以后。你要做个好丈夫，做个好父亲，爹。
听见了吗？听见了吗？听见了吗？你安心养病啊，儿子。妈，我的好儿子，我的好儿子。妈，都怪我。妈，妈。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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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妈，妈妈。最美的妈妈，你教会了我坚强，你教会了我做人。妈，我们来看你了。老姐姐，我来晚了。一别十几年啊，我以为你早就不在了，没想到还是没见到你最后一面。可儿，要记住，奶奶是世界上最伟大最美丽的奶只是一个心。